风干温，诶，咱共生几档啊？十二吧，十二档嘛，是吧？吼，十二档了，这台没人打。我第一档刚好来抢，十二档下。想袂到，咱共生伫艰难困苦中间，嘛是一档、两档、三档、四档的你搬家，第十二档了，破声鼓励一下。阿里路亚，感恩哦！啊，阮遮就是这个小羊葵合唱团，就是阮当了真拄好三十几档前，伫台台内底办一个音乐会录落来，就甲出版啊。旧年吼，三十年嘛吼，啊，总编制有十几个人呐、啊，台歌没用不得，让阮三个来就好啊吼。羊葵其实跟二二八、跟共生、跟台湾的政治啊各种关系相当的大，是不是啊呢？是。杨奎哈，二八了后，一九四八四九一下和平宣言，和平宣言，六百几年尔，写写欠了去关十二冬。注意哦，现在我是杨奎哦。我得写写六百几年尔哦，啊，敢免了去关十二冬？啊，未是我过分尔，全世界上关的，你讲你对唔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唱杨葵的小说，我们也向这块土地这么多人在那个高压的时代努力的争取自由的人献上我们的致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杨葵的小说《水牛》的一首歌，叫《菊花开的时候》。Thank you.
来非常关切。借钱借来阮家，阮老爸竟然把你买起来做生意，予阮真想要哭。这是什么天意？阮真正想要你甲出走。谢谢。